得奖者是。观众期待的金马五五终于登场啦！王力宏担任开场表演嘉宾，超强歌唱实力大获赞赏，也让观众席上的电影工作者热泪盈眶。接下来登场的 JV 陈正文演唱电影插曲，也邀请片中五虎将合体，但网友似乎不太捧场，直呼跟金马完全搭不上。紧接着登场的是邓超和洪金宝，两人看到众多老大纷纷和他们握手鞠躬，画面相当逗趣。久违的姐姐谢金燕也前来颁奖，兴奋的她在台上大呼，有一天要和刘德华一起得金马奖影帝影后。逗趣的发言让华仔忍不住在台下站起来向她敬礼。而大家最期待的陈奕迅来啦，他和管弦乐合力演出，演唱后来的《我们》主题曲《我们》，直接逼出大家的眼泪。感人的不止这一幕，已是导演胡波以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拿下最佳改编剧本奖，也是逼哭台下所有电影人。快起来！